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系魔人，今日翻到嚟咧就玩翻 FGO 啦。咁其实 FGO 咧一路都想玩翻嘅。咁其实有件事咧就好唔开心嘅，其实都冇乜所谓嘅。咁啊转咗新机，梗系想玩靓啲啦。但系大家觉唔觉嗰两边发生啲咩事？点解系会长系会冇咗个画面啊？俾我嘅，我对比过噶啦。我拍部 iPhone 7埋去咧，咁都仲系大啲嘅，咁但系咧嗰两边实在太唔顺眼啦。不过冇乜所谓啦，今日其实都系抽蛋嘅啫。我觉得呢个真系悲剧嚟噶，谂住买部新电话可以玩得开心啲啊，点知成条边系直头三个边位，黐线啊，三边啊，三个边位呢个真系夸张。咁啊抽到我谂，抽到九十石为止啦，其实都抽咗三，其实都抽咗三十噶啦已经。咁嗰三十就乜都唔中嘅。好，我见到呢张其实我几中意噶，呢一张嘅威廉斯啊，威廉斯1500000嘅，应该系1500000 download 嘅一个卡池嚟嘅，系啦，1500000 download 三环。好，爆金啊，爆金会唔会系五星呢？喂，其实我 OK 嘅，不过我唔记得日版我有冇嘅喎，呢只系冇嘅，原来我系冇，原来我系冇，我台版有啦，咁真系系啦。因为台版有嘅角色同埋日版有嘅角色咧，我真系唔系好清楚。好，咪呢张三星嘅礼装啦，跟住抽到九十就停啦，系啦。虽然今次佢送石送得好犀利啊，因为我记得之前系因为拎咗三十，我先特登去抽一抽十抽嘅，点知乜都冇，公嘅系乸嚟嘅，原来 OK。咁仲有都仲有六抽嘅，应该抽埋佢先。喂，呢张我有，其实好熟口面，我抽过好多次，但系真系太耐冇玩，我已经唔记得张卡有咩用嘅顶。系真系要去上翻去个网度恶补一下先得，上翻啲攻略网。但系我冇玩咁耐。我发觉原来我仲系未踩过攻略网嘅，其实我对呢只 game 真系太点讲咧，系有感情嘅，我觉得。即系你谂下，弃咗咁耐，都唔系弃咗咁耐嘅，系即系部机玩唔到咁耐，其实都仲有个攻略网喺度，就证明系用情狠心啦，系咪啊？长情先会留个攻略网喺度嘅啫。好，咁应该哇。死灵魔术啊，好似中过咯，大佬上嗰十抽咪就系中呢只死灵魔术咯，呢张喂积金喎 ，OK， 究竟会系啲咩呢？哦，原来系四星嘅，系啦，四星嘅。オケアノスのキャスターだ。もう君を寂しい。この角色名叫オハアロシア。この他の魔女を呼び招いたのだからね。OK， 咁啊中咗啦，跟住再嚟。反正中咗再抽啦，我仲以为会中五星添，不过唔紧要啦。你睇下老手唔系呢个叫做新手回归。都中到嘢喎，叫做再嚟，咁啊最后一抽啊，抽完就算啦，费事啊，入坑太深，连呢隻 game 我都放埋金，我谂真系破产啊，连 FGO 都放埋金，真系会破产。诶，咁啊九哥啊，好啦，咁啊今日嘅抽蛋嚟到呢度先啦，我应该系会 hea 玩落去嘅，因为都真系几中意呢隻 game 嘅，希望日版会出。即系喺近期啊，又或者近呢四五个月会出岩窟王啦，我都系会抽爆佢嘅，同埋我唔知点解，我都系为咗岩窟王玩翻嘅啫。系啦，就算冇岩窟王，我依家有埃及妖后
都好开心嘅，系啦。咁我哋今日嚟到呢度先啦。如果大家中意我条片，记得俾翻个 like 同埋订阅翻我 channel。听讲 like 咗嘅话咧，系会抽到五星嘅。多谢大家观看，拜拜。